最近08年国际中华小姐冠军朱璇可谓是风头正劲，在四部剧集中轮流现身，出镜率超高。虽然朱璇广东话还未讲得正，不过洗脑式出现就已经成功俘获宅男的芳心，纷纷称其为朱璇 BB， 人气与陈嘉桓、陈法拉等女星等同。但是拥有天使面孔与魔鬼身材的朱璇并不仅仅满足于当宅男女神，曾在法国留学的她一直努力不懈向上游，除了跟家族资产过百亿汤臣集团的太子爷汤家臣传绯闻外，近日更陪内地已婚富豪宵夜饭局。当晚朱璇在出席完曾志伟60岁大寿派对后，便被在内地经营高尔夫用品及做红酒生意起家，现市值超过8000万的北京富豪李本胜出动豪华七人车接载到宵夜饭局，一行人把酒言欢，直至凌晨1点才不舍离开。如此努力拓展人脉，朱璇绝非池中之物啊。对于与内地富商的绯闻，朱璇事后极力否认称，我们一年都没有吃过几次饭，其实我挑选男友并不一定要有钱，但是一定要有感觉，我已经3年都没有拍拖过了。娱乐99收集分享。